身体不舒服还站着吹风，怎么不回车里？车里热，你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当时胃疼，他正好路过，所以我……下不为例。遵命。我是说，别让自己胃疼。更遵命。 我下吧。嗯。坐好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